政府公布授班名单，七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李家超。连署起诉中大学生会前会长苏俊峰同另外一个人在立法会选举煽惑他人投白票。报道指中美元首可能在星期四通话。各位，我是樊建华。政府公布授班名单，889人获颁授勋衔同嘉奖，是回归以来最多。七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